生来就背负无尽的才华，却从未全心接纳。但当来到巅峰，身处末路时，只需要轻轻点拨，他就会将自己完全出卖。你将看到整个世界的律动，也将被无处不在的琴弦所控制。尽情享受这份契约吧，让恶魔的弦音在整个世界奏响，直到终局。